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老师。OK， 现在我们继续玩反向这款游戏啊。那我们上集看了读书会这个情景。好，那有个门没有过去，所以我们要先去交换身份。嘿咻嘿咻嘿咻，校长室走不进去，一楼也走不下去了，所以。这边就应该交换身份，走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走这里。我这样比较清楚一点。哎，他要跟我一起走哎。哟，真女友，我无法打开这扇门。不要笑我，这什么王八蛋什么的疯子，拉门被铁丝缠住了。嗯，无法打开这扇门。这里的场景好像是被很久之后，有没有？就是好几年之后的场景感觉啊。这什么玩笑？有鬼小心！你看，现在有这个涂鸦，一定是过了好几十年之后才会做这种事情，然后荒废了。所以这个场景应该是在好几年之后了。你看，没有布告栏的吗？哦，好暗哦，这真好暗，好暗。我要去哪里啊？这总时候有电话打进来，好像是台风天那个时候，对不对？然后嘞，所以我现在要进去嘛，把他引到那边，然后进去的意思吗？然后他交换身份，应该是因为他过不去嘛，他过不去那个换另外一个身份，他过不去中间的悬崖，所以把他引到那边，应该是啊。回想入学时，你充满了热忱，尽力参与校内活动，表现才能，得到师长与同侪关注。后来家里出了事，所有注目全部变成不想面对的眼光。于是你选择了，这要选什么啊？视而不见，逃避躲藏吧。我想一下哦，视而不见，不像放任性的个性，平心面对也不是，因为他很在意，很在意这些事情。视而不见不可能，因为他很积极去做很多事情。逃避躲藏嘛，感觉逃避躲藏这边比较适合一点。对不起，我刚才咳嗽。世界天宽地阔，总有容身之处。你就是我。OK， 好。这边是通往哪里啊？这里没有生者，你思想也一起葬去。哦，这要烧书吗？记得每本书拆散，藏纸潜进去，不然看出书页，不能看出书页，不然就白烧了。我说魏仲廷。你和殷老师比较熟，听说他已经延夜出境，是真的吗？这我不清楚，老师什么都没讲。他这种有关系的都跑了，我们是不是很危险啊？对，你们很危险。而且书单为什么会流出去啊？因为别问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因为魏同学跟方瑞欣很好，赶快
快点烧走，快点烧完，赶快走吧，会被发现的。OK， 这个好像是礼堂外面那个坟墓。OK， 剪判决书。OK， 昌君掌阅和上千叛乱，张明辉分业乡乡。分业县乡及公教人员与学生为犯等均有为匪工作之事实，拟便均和张明辉一名处死刑。魏仲廷自首，供认参加叛乱组织阅读反动书刊思想受匪毒，数均身处徒刑15年。哇塞，均无不和你照准欸。哇，这个15年人青春都不见了。你看15年欸，他假设他当年18岁啊，他应该是高一高二魏仲廷，所以他被放出来的时候应该是31岁了。也很可怜欸。之前不是有拿到一个这到底是谁啊，母亲为家管消极早退。张明辉，这张到底是谁啊？我真的很好奇。黄明昌，这个人到底是谁？蛮好奇这个是什么意思的。OK， 所以应该参加读书会的人全部都被判刑了，应该都是15年的。大叔，你怎么去那里啊？这个进去吗？哦，我刚不是去过了。这个辅导，啊对，那个保健室那里。大叔，我要跟你走，大叔。嗨，大叔。哎，大叔，你怎么去女厕了？哎，大叔。哦，不是，那是男厕，我搞错了。大叔，你要尿尿。但是女厕没错啊，大叔，你怎么进女厕啊？还贴个尿杯啊？因为我不知道吗？因为我不知道暗示什么吗？你要吓我对不对？那我先往后退。门把被这扫把堵住，上面一张纸条，尿杯啊！不要吓我啦！扫把会飞，赶快进去哦。闹人了，没事。扭曲的教室，又是这首歌。哦，这首歌的那个场景真的是经典的。我看那时光族都被吓到，然后有人说我被吓得很震惊，那是因为我是喘，然后没有不会叫，然后身体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然后再骂脏话。又是这里哦，这个声音钢琴声好听多了。大叔，你会弹雨夜花耶？大叔，你弹得好好听哦。大叔，你怎么走了？大叔，新增笔记手札。哦，看左边好了。当枪迫着自己，在恐惧里呼吸着恨，怎知他却一跃而去，找门是永远逃逸，未留只字片语，畏罪悔恨不得而知，只剩茫然费解盘旋脑海，直至重见天日，互换心意，至亲恩师尽皆此事，那人只由无名孤坟，与我一人垂垂老矣。这是魏仲廷写的吗？感觉是啊。然后他却一跃而去，应该是指为方瑞星。然后后来他死掉了，一流无名孤坟吗？是这个意思吗 ？OK。音乐教室，怎么变到这边了？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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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不能进走，不能走，只能走这里。这应该没什么解谜的吧？耶、存档点 ，nice。抱歉啊，我一直咳嗽。然后嘞，我去哪里？没有了，没东西啊。我听到青蛙在叫，所以要存档再出去是不是？哎、真的嘞。从门挡出去就 变另外一个场景了，这应该是现几年后的世界的场景，有没有？这被封起来，推车上有一张纸条，就当时我们走这里的时候的场景吧。外面可以走吗？等一下哦，我们先看外面，好，外面走 ，OK， 好。他们跟我一起走，嘿咻，嘿咻，嘿咻。有电灯，我们先开电灯好了。哦，他过不去，啊，我可以过去。然后嘞，然后嘞，还有灯可以开吗？我跟他讲话，我没跟他讲过话。哦，我跟他讲话可以走。哦，手给谁呢？可以换对象走。然后哦，有电灯，有电灯。那我过不去，那我再跟他讲一次话。我是不是要把他拉过去啊？好，我把他拉过去，然后再把这几个和前面这两个关掉，然后再换一次，把他带过去再换一次。好，下定决心并行动，这是他的哲学。张老师的哲学吗？还是魏仲庭？让人感觉命运掌握在手中。在他身边的你要抱着什么想法呢？顺势生存跟方瑞星个性感觉不太像，听天由命也不是。曾经他在过人陈华野的时候，我只能听天由命之类的吗？所以写事在人为，毕竟就是接近权力去做这件事情。那是迷人的想法，于是生活有了目标。因为前面两个太懦弱了，于是生活有目 ，OK， 在他身边，你找回了自己，你就是我，耶、yeah ！是不是让他回来就是我才是对的 ？OK， 好 ，Go。现在走去哪？有没有觉得跑步变慢了？还是我的错觉？可以看上去吗？手错打不开。走出去吗？我们先看右边，哦，右边没东西。好，走出去。无论重演多少次，那一刻已成定数，永远无法挽回。哦，这是礼堂外面的大树。教官嘛，然后方瑞星，白教官，这是之前跟你提到的书单，我从老师那边看到的。哦，所以廖北亚就是方瑞星嘛，其实蛮明显的啊。方同学，国家感谢你的协助，所以那个电话应该也是教官的声音。原来如此。OK， 跟他讲话吧。你以为自己找到了依靠，从此无需恐惧。然而有一天，他就这么硬生生地离去，
面对失去依靠的现实，作何选择？木兰一对也怪怪的，争夺挽回比较适合，默默接受也不适合他的个性。抢夺挽回，教官的目光锐利，让人窒息。你绷紧神经，表现毫不迟疑，在那瞬间成为坚定冷酷的爱国者。没有想象的困难，对吧？你就是我。可是为什么他出卖大家？是因为跟张老师后来不理他的关系吗？他喜欢方大仙，喜欢张老师吗？但张老师是刚刚分手的关系吗？所以他报复是这样吗？这个场景就是当时在玩的时候有女主角跳下去的场景。看一下 ，OK， 没关系。大叔，嗨，大叔，我一直看到你，哎，你是不是叼个烟呐？对，你没错，你叼根烟，舒服，爽。真爽！大叔，你是公用北北吗？大叔，为什么还让我看你抽烟就走了？喂，有个纸飞机，泛黄的纸飞机，看一下。白鹭与水仙，今生无缘，来世再会。自由。以前自由这两个字很敏感，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么自由的言论，真的要感谢以前的人努力。以前男人说总统坏话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？扛不压中国，哎呦，他们，哦，不是拿到。郑明慧，你涉嫌散布反政府信息，得知违警出警，独自随身非法集会。非法集会不是殷老师吗？本局已掌握有关证据，现在依判案罪对你施行逮捕。哭哭，我是无辜的，不要反抗，否则直接格杀。哭哭，哎呦。这个是傅老师，老师，你要不要辅导我？看来这次在劫难逃。也罢，可以提着脑袋去见那些先烈了。哎，为什么？人不是应该生而自由吗？自由思想，畅所欲言，无需恐惧。系自由信仰，由我实现。自由的爱人与被爱，和你一起死，有一种单纯幸福的感觉。我总不禁想着有天可以两人携手平凡度日，结局终究是痴人说梦。我也是一身雪白，孤芳自赏，不见容于这个世界呢。哦，也就是说，钟老师到底是真的跟他分手啊？是为了保护他吧？你看，跟女主角的处境根本是一样的。他有讲，我也是一身雪白，孤芳自赏。伤一河鲜血。只能如铁锈般凋零。
哎，像是这样。哎，大叔，大叔，我怎么可以操控大叔了？好像应该是那个。哎，新的笔记本，一张特色证明书，姓名未送提，证明种类特色，罪行宣告为无效。OK。原以为很快就死在牢里，没想到能活到解严。他们说我是政治送难者，罪被一笔勾销，但某些失去是永远回不来的。他应该现在是几岁啊？出生日期三十九，11月2号，然后被判15年。哎，等一下，不对哦，我算错了。39年的话是他出生日期吗？然后他念高中的话，假设高一大概是16岁，所以加个16，大概55岁。然后那时候被判15年，对，30嘛，所以那他解严出生的时候应该是70年的时候，民国70，我算一下，对，民国70年的时候，所以他31岁。可是他为什么画得好老啊？因为在牢里面吧。仲庭吾儿，如吾虽然病。死为医者日常所见，但能满心不舍。你母亲治病已尽人事，此刻我愿相信她无怪无碍，无病无痛。人生可谓淋雨束缚，但人心能可天宽地阔。为父亲，希望你潜心静思，天气渐凉，注意保暖。父，家境手术。母亲最后还是走了。那段时间，父亲相当辛苦，甚至一度收掉诊所。他的文字始终平淡而刚毅，在那段日子里支持着我。OK， 这张就是我们刚才拿的那个判断的书，判断的纸条。所以张明辉就是那个老师，已经死刑了。15年的岁月被一张判决书定夺。还记得那天晚上，宪兵来我们家敲门，我在母亲面前被带走，没想到那是我们的最后一面。这个 OK， 这个也是看过了，殷翠阳女士的。出狱后没再和殷老师联络，后来听说她在国外也癌过世，当下是没有现实感的，如同母亲的往生。直到亲眼见到了骨灰坛，才忽然惊觉，熟悉的生命已经永远逝去。OK， 这个是我们之前拿的手札，这个到底是谁写的？应该是魏仲庭吧。不管当初的情绪如何，最后。都只留下了悲伤。OK， 还没看完，没了，就这样。哦，我一直想打喷嚏耶，往市区的方向。哦，这个告示牌很常见哦，翠华山顶依山傍水传世民宅，建案的大看板有破坏的痕迹，旁边还有抗议标语，抗议勾结。哦，游戏第一次看到有彩色画面，当做工寮的铁皮屋，哎，要拆了，全部都要拆了。15年很长哎，15年真的很长。阿婆，又是你！上不走天一庭，下不进地狱。哎，你真的是贯穿所有的灵魂人物哎，阿婆。形态影子游荡徘徊，可怜哦，阿婆，你怎么15年还在这里？阿婆，要我扶你吗？好啦，阿婆不重要。耶稣会赦罪。大树被砍了，而且后面的音乐很好听。大榕树被砍了，活了几百年风吹雨打，却活不过人的私欲。哎，人生呢？礼堂，
我真的很好奇外国人懂不懂这边的历史，虽然我有自己不太懂啊。哦，礼堂的全貌，制作人姚顺廷，我看来要结束了。他们真的很强，我这一切都堪扶不朽，就和我的身体一样。哎，我真的，可是我有点替他们担心，就是他们第一款做的游戏这么受好评，再做下个游戏会不会压力很大啊？故事企划哦，故事哦，这个人真的要佩服一下，江东玉吗？哦，江大侠，好，王刚浩，王刚浩，你这太过分了，你关卡设计吓死我了。故事企划哦，这个真的很厉害，可以想到这样的剧情，佩服佩服。美术，我、哦、美术强。何佩君、姚顺廷也是美术。然后音效是杨世伟，音乐张卫凡。哦，张先生你好，张先生你好，谢谢你制作音乐，感谢。Nice。那个鱼月花是你编的吧？不是你编的、啊，是你出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给这些人鼓励鼓励，拍拍手。主城市啊、身为一个城市设计师的我。当然要支持一下这个 coding 的人员了。念一下好了，王汉宇，你主城市，然后城市王光浩、许家生、杨世伟啊，谢谢你们写 code 写的天荒地老啊，谢谢，我也知道，我也是写 code 的，辛苦你们了，感谢。啊，顺便订阅一下啊，谢谢。Sorry， 咳嗽。那我现在走去哪？这好憔悴哦，左小便好憔悴哦。阿弥陀佛，不过好像被拆掉了，厕所进不去。没有很多现代的涂鸦，通常学校被废墟之后就被拿去探险、啊、然后就说这地方有好兄弟什么鬼的。教室，哦，这应该是啊，我出不去了，糟糕！我想说再逛一下的，应该没东西了吧？这个椅子有没有觉得很熟悉？哎呦啊，卡骨真痛！学姐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我蹲了15年了，学姐。输了。很多事，很多事情要自己靠自己看那些纸条去想这些游戏故事在做些什么，传达的理念。好，我们谢谢这些制作的团队，辛苦你们了。音乐张卫凡，声音演出陈品麟。张成宇、张博仪、许贝如、杨永廷、姚顺廷、王光浩，辛苦你们了。音乐参考：四季红、夜月愁、望春风、一月花啊，一月花。那国外瞧瞧我们台湾的游戏测试啊，测试辛苦了，翻译辛苦翻译了啊，谢谢日本人翻译啊，谢谢岩野高阳，谢谢。林坤伟啊，西北哇，这个名字很特别，日精树林啊，地区发行商野岛，谢谢野岛啊，特别感谢林东升啊，曹之浩、方明轩，
应该就是实况组啦，不知道几个而已。我是啊，老皮老皮啊，杰林杰林杰林，阿神阿神，名字卤蛋，叫小 N， 吴秋风，低分少年，这个是 E A R D， 女王岩，渗透之细菌，逆风笑，林哲伟，张博仪，海龟，摩隆摩隆是吗 ？OK， 好，这款游戏应该这么结束吧。OK， 自主游戏啊，谢谢自主游戏。我还有很多成就没拿到哎。好，听说这个哦，成就解除返校。哎，画面变了，留下永恒的回忆。我们曾经一起，时刻时时刻刻是何等模样。然后这个我记得返校还出去跟画结局，我玩的应该是好结局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我们等一下再录一个画结局给大家看吧。OK， 那返校这款游戏是差不多到这边告一段落啦。那我们下一集下次录的游戏是把《神域之歌》录完吧。然后《侠客风云传前传》第二游戏已经开始制作，但是什么时候发布还不知道。OK， 好。那这集到这边结束了。那喜欢频道欢迎到我影片左下角帮我按个订阅，有一个圆圈圈的图案，然后也在左下角有一个红色方框按一下。那也到欢迎到我粉丝按的赞，从最新的消息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收看喽，谢谢，拜拜。